再进了200，600，600还没到啊，飞走！哇，还在叫呢，真讨厌！来了来了，有！我妈妈真的酷呢，满宽。100分，可以，好，你很漂亮，我知道。满框不用裁啊，有，还有差零点。过佛祖了，哎，晃神，好好好好好，再继续拍好了，不要分心。哇，漂亮！这只就是吃饭吃到一半，我老婆到对着窗外，坐的位置是对着窗外，就看到它从窗外飞好近来，然后我就要吃到一半跑过来，开窗，然后开相机开始拍，哎，还在这里。600，应该是400跟1000的。这只飞太久了。飞进，飞进了，飞进了。燕子吧，妈妈，它要飞过来了啊！太高，太高，这位置难抓，就是飞太高了。如果是黑鸢冲过去，我就抓不到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可以，可以，要拜拜了，拜拜了。